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S Y 是实数啦，它满足呢这个关系式，那么 x 加3 y 等于多少？那我就把 x y 解出来了。哦，首先矩阵一算嘛，这个等于这个，哦，就3 x 减 y 啊，加3，这个是等于6了，这个乘以这个等于负6，哦，这是2 x 加4 y 减1等于负6，然后整理一下，我把常数移过去，就 3x 哈减 y 等于 3， 这是 2x 加 4y 等于多少？等于负。那我把这个乘以4，哦，啊，加下来，哦，乘以4加下来吧，4 3 12加2是14， 14x 等于多少呢？12减5， 12减5的话是等于7的，所以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一。好， x 等于二分之一的话， y 等于多少？代入这里好了， y 等于 3x 就是二分之3减3等于二分之负3的，然后把它带进去，带进去的话哈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 x 是二分之一加上3乘以多少哈？二分之负3，所以等于二分之一减9就是负8，所以答案是负4。